1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那现在我手中这个 Zoom 的 F3 呢，这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便宜、最少轨道。有啊，有一个小更小的，但看起来很塑胶，我就买一个双轨的 F3。那这个 F3 呢，它也有一个更大的，就是有8轨还有16轨的32位元，但重点就是这个32位元的录制声音，这个位元深度。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那现在我手中这一个 Zoom F3 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便宜、最少轨道。有啊，有一个单轨，但看起来很烂。然后我买一个双轨的，那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阳春的一个收音机。但重点不是它阳春，不是它轨道很少，重点是这个32位元的东西，我想要来玩玩看。那它也有一个大格格，还有一个更大的，就是有更多轨道的8轨吧。还有一个16轨，32位元，重点就是这个32位元东西，让你在现场收音的时候，你不用在那里哦一直去调 gain 哦，怕太大声，然后又怕忽然太小声听不到东西，杂讯很多，或者是太小声，然后东西。32位元的收音设备，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Zoom F3 应该是目前市场上非常非常阳春的一个收音机啦，因为它只有2个轨道，那2个轨道我自己是用就足够了，那它还有1个轨道的小小的，看起来很塑胶的，然后也有更多轨道了，就是有8轨，有16轨，应该还有更多轨道了。那我现在买的这个是2个轨道，重点不是轨道多少，重点是这个32位元的收音功能。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Zoom F3 应该是目前市场上非常非常阳春吗？就是它有2个轨道而已啦，就你没有更多轨道。那它还有一个更小的1个轨道的收音机，很小很小。那还有更多轨道，如果你要在专业用途上面，有8轨，有16轨，应该还有32轨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有各种轨道啊，你要多少都有。那我目前买的是2个轨道，重点不是轨道有多少，重点是这个32位元的收音设备。